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你不见
引毒箭。引毒箭。